让大家共睹一下，各位会惊人的发现这边的价格比上一家还要便宜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一起看这个抽光光的海报。再来，我们要去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它的位置在秋叶原电器街南口，一走出来大概不用走你20个步伐就会看到秋叶原的一番赏官方店哦。这边表演一次什么是所谓的一发入魂。一发入魂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就大家好，我是马悠基，今天要带大家来简易的了解日本一番赏到底是在玩什么东西，以及它的抽法还有一些注意事项。开始之前大家一定要被我上课一下，因为整个东京甚至是全日本已经被一番赏喂得很满很满。于是乎呢，请各位一定要打开它的官方网站。马悠基今天直接带大家来去一番赏的重点区，所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马悠基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些店家的呀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先来看秋叶原最具代表的无限电会馆。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有好几间在里面，阿美眼睛的人用膝盖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一进来之后，我们先冲到7楼，由上往下看哦。一过来7楼，你就会被这边的颜色黄一个不知所措，那就说明你走对店家了。然后一进来呢，请各位不要在那边瞎七八找，请直接走到结账柜台，然后往左边一看，没错，这个架子上就挂着一大堆的购入券，可以看到现场的种类至少有10种以上。在这边我又要强迫大家上课了，同学们把课本打开到官网，可以在这边看到现在所在的店家资讯，然后不小心手滑再往下滑，会看到店家这样说：哎，你好，现在有这些东西可以抽啊，只是有一些很久了或过期了或是被抽光了，所以只剩下现场的这几个而已，没爱抽不抽。啊，如果想要抽的同学们，直接这样子拿起来，然后这样子给店员看，就可以开始让你的荷包变瘦咯。说到这边又好想强迫大家上课呀。各位在荷包炸开之前，一定要去它的旁边找到类似这样的海报。通常每家店家放的位置都不太一样，找海报的用意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现在你抽的这个项目它的 A 奖跟 B 奖到底还存不存在。以这个我推的孩子来说，它的 A 已经被抽光光了，然后你的 B 啊不对，然后你的 B 奖还剩下一个可以抽哦。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懂了呀？ OK， 接下来我们去6楼看看哟。各位一上来一样，不要在那边瞎七八找。由下往上的电扶梯上来之后，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很容易让你荷包失血的展示柜，然后顺着展示柜的左前方一直直走，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缭乱的柜台。没错，这个柜台就是一番赏专用的柜台，然后那个抽光光的海报全部都摆在这边，让你有目共睹。这边为了比较价钱给大家看，马悠基一样拿这个我推的孩子让大家共睹一下。各位会惊人的发现这边的价格比上一家还要便宜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一起看这个抽光光的海报，它的 A 已经没了，然后你的 B 还剩一个，然后看下面的东西也将近抽了一半以上，所以大胆猜测，就是怕大家看到抽光光海报已经抽光光了，所以降价促销哦。好，再来我们前往4楼看看。大家移过来这边，一样不要在那边瞎八七找。4楼这边直接找到结账柜台之后，把你的头往右边转到90度绕枕，就会在这边的墙壁上看到这家店有哪些可以抽的东西，还有它的抽光光海报也是在这边一目了然哦。当然，如果你懒得找，也可以直接在柜台问个清楚又明白。OK， 以上是无限电会馆里面的一番赏还有抽光光海报的简略情况。再来，我们要去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它的位置在秋叶原电器街南口，一走出来，大概不用走你20个步伐，就会看到秋叶原的一番赏官方店哦。它既然是官方店，那当然不会放过窗户这个广告区。然后各位踏出神圣的步伐走进店里之后，马上就会在墙壁上面看到各种抽光光海报，墙壁不过放还给你用晒衣架夹在旁边晒衣服。 OK， 我们找到这件我推的孩子，可以看到他的 A 你的 B 我的 C 都还完整的存在，抽光光的次数也还没到光光的程度，所以马悠基在这边表演一次什么是所谓的一发入魂。一发入魂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好啊，
花800块买了一个塑胶贴纸，我真的好感动啊。OK， 最后再帮大家强迫上个课之后，就可以准时下课啦。刚刚我们说了那么久，地点都是在东京的闹区，所以我们把地图拉远，来感受一下密集恐惧症。啊，说错，是要告诉大家整个东京有非常多的抽光光活动，所以各位可以考虑前往较冷门的车站，去追寻你的抽光光活动梦想。只要找得到你要抽的东西，也许冷门车站的一番赏，因为人潮没那么恶心，所以相对的被抽光光的几率也很低。再来就是日本的便利商店，它也是抽光光活动的驻点之一，一样可以在便利商店找得到你需要的项目。但大家要注意的是，便利商店的店面因为比较小，摆放位置可能会非常的简略，甚至会藏在一些奇怪的地方跟你玩躲猫猫。然后我们来看看闹区的便利商店，就算是闹区，因为店面比较小，所以提供的东西可能只有两三个哦。所以我不管，各位再强迫过来上个课，不论你是去便利商店，或是冷门车站的其他店家，甚至是秋叶原这种观光圣地的店家，他们一定都会有个共通点，那就是拿起交换券，然后问候店员，在他面前撕开，最后领你的奖品。不论是哪一家店家，都是一样的顺序哦。然后价格的部分，马爷基在这边比较了好几家我推的孩子，价格都是统一的哦，各位不用担心。除非是遇到店家想要促销，就会看到他有降价的情况哦。今天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